我很高兴和总理先生结识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你担任斐济总理期间曾经访问过中国，为推动中非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，我表示赞赏。斐济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。 几天前，我们迎来了中斐建交48周年纪念日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中斐关系历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促进了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。中方把斐济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好朋友、好伙伴。 始终支持斐济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，支持斐济实现国家发展振兴，支持斐济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。这些年来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中国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没有变。 中国人民对斐济人民的友好情谊没有变。新形势下，我愿同你一道继续推动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，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。